桃桃，你在做什么？喂妈妈什么东西？冰淇淋呀。他好认真哦，他。那你说没有给他喂，他会生气。还在地上哭。真的？他还要喂我吃药。啊哈，也一样。啊哈。很神奇的地方而已。塔塔，你在做什么？喂妈妈。喂妈妈。喂妈妈吃什么？是 yogurt 啊，那是冰淇淋啦，塔塔。看不见啦。